这一爱心接力棒啊，已经接续了17年，在当地权威佳话。30年来，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，累计派出4万余人次执行维和任务。中国本土无战事，中国军人有牺牲。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啊，先后有16名中国军人为了人类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，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写入白皮书啊，白皮书的第39页记录了我们16位牺牲英雄的名字，也可以说是写在了历史的清碑之上。国家以庄严的方式纪念英雄，致敬英雄。